把价格给我扣出来了，来，能看见车的给我把价格，能不能看见车呀？来，能不能看见车？能看见车的扣个，看到了哈。来，能不能看见车？来，能看见车把价格给我扣出来来。你们能看见吗？我这边是我怎么看不见啊？我怎么看不见？能看见车吗？来，能看见车的把价格给我扣出来来。你们能看见车吗？能看见是吧？我看见有人说的是40000多，46800。阿豹怎么是46800呀？对，向总，他这个平台有规定，就是上不了，太低了上不了。来，小美，我问你，这个46800是怎么来的呀？这是老迷跟他们在上海成交的价格，我之前无意中他带我去过一次，我无意中听到过一嘴。啊，就是说这个价格是老迷跟上海的人家成交的价格是46800是吧？对。来，你这样来，46800我肯定不能让啊。我弟弟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去买，因为不是说咱买不起啊，咱40000多咱买得起，但是我不能让大家这么去买，为啥呢？因为我知道，就是跟我弟弟一样，都是说实话啊，都是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让你们40800买。来，你这样阿豹，来给我把价格给我改了，来，这个家我给你当了，行不行，弟弟？我给你把这家当了，来。可以可以，行。来，你这样来，你这样子来给我改价来。改，夏总，他这个改不了，改不了，对，就是这么多。想办法改，来给我改。好的，改啊、好的，好的，现在，马上，我马上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因为怎么说呢，之前家里面的话就是用的都是，就是几万块钱的东西，确实有点不敢去用啊，就怎么说呢，就不敢用啊之类的那种。但是老迷他既然这么搞的话，那我就不让他好过了。我就哎，老迷，你要是在直播间里面看着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在我直播间里面看着的话，我今天我还是给你留一点面子，我就不给你整多少，你120个的话，我就只给你整60个，我现在就把60个整了。你要是乖乖的回到我这边，回到这里，然后跟我去谈这个事情，把我的事情解决了的话，我还会给你留60个。喜不喜欢？喜欢是吧？来，价格改到多少了，阿豹？夏总，现在改到3000。改到3000还能不能改？改不了了。改到3000改不了了是吧？3000。来，你这样啊。3000。来，改到3000，现在还有办法改吗？向总是这样，他这样改不了，除非咱还有个办法，就是说做那个临时的一个链接，就是用别的图片去代替它。就是用临时链接可以去替代它。对。然后呢？临时链接对不对？临时链接，哦，就是代替链接。3000都改不了价，有什么办法说？他可以加优惠券。加优惠券。对。花钱买是吧？对。来，给我充20万来。好的。给我充20万。好的。夏总，买好了，他优惠券有1000、1000的、500的、80的都有，就是有1000的、有500的、有800的、有300都有是吧？对，来，准备好手速来。准备好没有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来，准备好手速来，喜不喜欢？来，我再给你们看一眼呢，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来，准备好手速来。他老迷给上海签的合同是46800一个，我现在让阿豹改价改到了3000，然后再给你们买券，能明白吗？再给你们买券，来，直接来，来3、2、1来，把券全部给我加满，来3、2、1来，直接给我改来60个，马上来，好，弄好了。60个啊，只是60个，老明你看到没有？我是动真格了，我来到你这个地方，我动真格，我把我姐请到旁边，哎，我动真格了。你要是乖乖的回来跟我解决这个事情，把我事情解决完。我还会给你留个60个啊！我现在的话只给你整个60个，好不好？现在的话只有60个，你看一下这60个，你是乖乖的回来，还是我把这个其他60个也一样就这样给我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让他们去带了，让他们去用了。来，听好了啊！现在你们看见什么，得到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啊，刚才给你们看了，然后。我弟弟只能改，我阿豹只能改到3000，改到3000之后，然后用的是优惠券、叠加券，来把你们拍的价格打到公屏上面来，你们什么价格给我打到公屏上面去，好吧？什么价格打到公屏上面去，行不行？今天你们每拍一单，他老迷就赔3倍，
能明白吗？你们每拍一张，他就他每一单给做的价格是46800，你们每拍一单，他就会赔3倍，能明白吗？是衣服对不对？这是代替链接，因为马上做个链接，马上做个链接出来的话，哎，那个阿豹，马上那个代替链接，收到货是这个。刚刚就是就手里面拿了这个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哥，是的哥，对吧？对，现这个是代替链接，知道的打个知道，是知道代替链接的打个知道。老明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这么搞，行吧？好吧，哼，就在60个，就六十个啊！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就60个，知道对不对？对，代替链接，因为现在搞不了很多。老迷，哎，我那万一被老迷抢了呢？他自己在那里抢的，那怎么搞？来，所有直播间的人啊，我现在看了一下，这边有4000多，这边的话 也差不多5000人。咱们这边这么多人，你们去把这60单啊撸了，然后别让老迷抢了，行不行？然后你们拍的是什么价格？就打的公屏上，有人是1288，有人是1688，有人是988，还有人是399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他们每个人拍的价格不一样啊？价格不一样。夏总是这样的，刚也说了，就是它是随机的优惠券，它是随机叠加的，就是如果说券抢的多，它的价格就会低一点。就是说，他有些人会把1000的、500的，然后什么50、80的券都叠加了。对。然后有的人就只叠加了一个500，还有人只抢到了一个300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，这个券是随机的。所以他比如说抢到300的，他可能价格就是。比如说抢到500的，他可能价格就2000多；如果抢到一个1000，又抢了一个500，又抢了一个300的，他可能就是1000多。如果有人抢到2个1000，又抢到500，又什么呢？他可能就是不同的价格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，夏总。来，家人们啊，无论你是什么价格拍到的，还有人说是399拍到了，那399的是什么意思呀？399就是说所有的券全部叠加了，是这样的。哦，还有这样，就是他所有的价都叠加之后，他的价格就399，是吧？对对。还有比399更低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是最低的。那你为什么有些人是1300多啊？就是因为他那个叠加的券叠加的比较少，因为券就优惠券领取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哦。来，对对对，优惠券领取的不一样，大家能理解吗？嗯、来，一千，不管你是1300多拍的，关注你多。久一点的好像就便宜一点，优惠券是随机发放的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、嗯、对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来，你这样啊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公屏扣个一，好吧？能不能理解？能理解的你去拍，行不行？能理解去拍啊。你这样子还有几单？还有几单？还有六十，还有六六十六十，那个不上，那个我是等着。不是有60单吗？对对。然后现在还有几单没有付款？还有5单。还有5单没有付款是吧？来，还有5单没有付款，所有人准备好，嗯，把手速给我点快点，行不行？这5单你们去把它录回家。他老迷给上海签约不是46800吗？他你们每拍一单，他就会损失3倍。为什么是衣服链接？刚跟大家说了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上，没有办法上之后，你知道吗？阿豹用一个衣服链接在下面，能明白吗？阿豹用一个衣服链接在下面，知道吧？那这个我来解，上解，下解。嗯。怎么说呢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我阿古最主要的一点，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这么搞？因为他不让我好过，那咱就不要一起都不要好过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来到这个地方已经第4天了，他一直就是敷衍我，就是哎呀，2个月以后再解决，3个月以后再解决，要么就让我一个人来，一个人来哪里？让我一个人来上海，我一个人过去的话那还行吗？那不行了嘛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一个人过去的话那根本就不对了嘛，那肯定那边的话那我没有朋友，没有认识的人脉，那肯定就是我过去的话那肯定就是不行了嘛，所以我哪里也不走。老迷，你要在直播间的话我跟你讲，我哪里也不走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等着你，你不来你就赔你王总，因为王总怕你，哦不是，你怕王总，就让王总来对你就行了，好吧，行不行？老迷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下面这个，因为他做一个链接，他那个链接真实的链接，不是那个上面这个有图案的链接出来，他要审核多久？审核4到5个小时。4到5个小时，我害怕老迷，所以我今天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给散出去，我害怕老迷直接就给我整阴险狡诈的东西，他是个老狐狸，所以就整了个衣服的链接，代替的链接，代替链接大家都懂，收到货以后还是。守过这个还有多少个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了就行。
老米看到没有，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把你东西都全部给他散了，我看你这300万是怎么给的啊。怎么链接是 T 恤对不对？链接是 T 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代替链接，因为他真正那个链接他要审核，我是这个时候就开始，因为我很时间很急，就直接就带了个这个链接了。就像以前我带那个其他东西一样，不是我在家里面就是临时也做了一个代替链接的那个一样，这是代替链接，明白？知道了，打个知道。老迷这么玩，老迷拍了。你要是啊，老迷拍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啊，刚才好多人都是没拍到，老迷你在直播间拍了是吧？都在说老迷抢走了。阿豹，你查一下老迷的那个电话号码，他看一下他拍了没有，不然的话，这60个他都被他一个人就是拍了30-40个，然后自己又到那边，然后又卖，那不行了。好的，我现在查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人说上面后面写着已售几百是什么意思啊？已售几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也不清楚啊。你看一下，是他只是他是账单了，还是把钱给付了？不，这个是那个减，是账单了，账单了，夏总。就是相当于有几百个人在里面账单了，但是真正付款的有多少个人？真正付款的是六个。真正付款的有多少个人？真正付款的扣一万，60个。就是真正付款的是60个，然后账单有几百个人，就相当于这几百个人进去抢，还没来得及付款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来直播间，我问问家人嘛。占库存的意思吗？是不是？就占库存的意思，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，来，我问了一下那个阿豹说的是有几百个人进去占单了，但是没有付款，真正付款的就是那60个。来，很多人说还没拍到，全是占单的，是吧？来，我想问一下直播间啊，有多少个没有拍到的？来，给我扣个一来，没有拍到的给我扣一来，没有拍到给我扣一。老迷拍到怎么办？现在阿豹正在查，老迷拍到我不会让老迷拍到。我正在查，你查一下电话号码，不然全被他占了。没有拍到的，来给我扣个一来。因为刚才为啥呢？因为刚才大家一起有4-5千个人在往里面抢，明白吗？4-5千个人在往里面挤进去之后，很多人没有来得及付款，但是它显示有几百个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付款，真正付款的就60个付完款了。明白吗？能不能明白？姐妹们，来，明白了扣明白，来，明白了扣明白，知道吧？很多人是没拍到，现在公屏都在说没有拍到。他老迷欺人太甚，能明白吗？他老迷拿我姐俩不当回事儿，认为我夏夏没有办法治他，知道吗？我夏夏今天在这里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两天一直在跑什么？老迷说他给我面子是看到我父亲的面子上说给我脸。对吧？来，我跟你说，老迷，我不需要用我父亲的一点点关系，我都能收拾你，你信不信？因为我现在不是要跟你以暴制暴，也不是要跟你以恶制恶，你知道吗？像你这种人，我都不屑于跟你去以恶制恶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坏我名声。我今天是带着东西来的，来，你以为我今天跑什么？我今天是带着这个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个来的，我是带着证来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公司他是我弟弟的。那么公司的一针一线也属于我弟弟，你现在公司的每一样东西是拿着我弟弟的那一千多个去置办回来的，明白吗，老咪？然后你转手想把他给上海签了啊，最后款到你口袋去了，你想的可真美，老咪。我知道你在这个里面待着，你知道吗？也许刚才是60多个，兴许还不是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抢到了，兴许你都抢到了不少。来，你听好了，老咪，你以为我没有办法收拾你？你觉得我夏夏怕你是吧？你觉得我是一个女人啊？我没有能力收拾你？你欺负我弟弟老实，你欺负我弟弟善良，你拿老实人啊不当回事儿，对不对？老实人心里住着一尊佛，你推倒了佛就放出了魔，明白吗？来，还没有拍到的来。直播间还有人没拍到，来扣个一来。他老迷拿着这个东西，来，他老迷拿着这个东西在上海成交，一个是46800，对吧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喜不喜欢？来，没有拍到的公屏扣一来，没有拍到的公屏扣一。弟弟，你刚才120个不是上了60个吗？对，你这样把那60个给我全上了，家人们可不可以？来，开不开心？来，开心给我打开心来。
我弟弟刚刚心软，我弟弟这个人很善良，120个，对吧？我弟弟120个，给他散了60个，还有60个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么多没拍到的，来，我让你们都拍到，行不行？平常几万你们可能舍不得，今天让你们花最少票子，甚至于不花，让你们得到。来，开不开心？开心打开心。来，阿豹，给我准备好。好的，夏哥。来，给我准备好。如果说买优惠券的票子不够，你再给我充20个进去，明白吗？好的。然后跟刚才一样，把叠加券全部给我用起来，什么1000的券、800的券、500的券、50的券，你都给我买上。有多少券给我买多少券，把那60个给我准备好。来，准备好手速。来，这边所有家人准备好手速，好不好？没有拍到的你就给我去拍，如果说你收到之后你哪怕有一丁点不满意，你给我退回来，算我下下的。因为我刚才是找人把关了，你们都听到了，我找的是王鑫王教授过来把的关，他从业16年，明白吗？你们去那些什么旅游的地方有可能就买的假，但是你在你这个，刚才王鑫直接说了不可能，而且是从那个棉什么地方过来的，他老迷跟上海成交是46800，今天在直播间我让大家开心一把，你们帮着我弟弟，你们护着我弟弟，你们全心全意的维护着他，我让大家开心一把，行不行？来，准备好手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优惠券给我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把那60个给我准备上。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老迷会安排人抢吗？你别着急，他抢了我都可以把他收拾出来。嗯、来，准备好手术啊！来，3、2、1，来给我上。上，夏哥。来，直接给我上来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，老迷应该老你一会儿的话，你那个查一下那个电话，来你查一下这个电话，看一下老迷有没有这个电话，他一次性跟我抢个10单8单的，他一不然他一下子给我抢完了，那就那不就白搞了吗？是不是？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所以现在啊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下方现在是一个衣服的链接，但衣服你们拍了以后，他不是衣服，他收到就是刚刚就是看到那个，就刚刚就是老迷的那个就是那个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就是这个，对。然后不要让老迷，然后安排人给抢了。现在就在下方，你们速度快一点。最就是还有这个，还有多少个？还有多少个？还有15个，小董。还有15个，来拼手速来。只有15个了。对，15个。那你查一下那个老迷那个电话号码，那个他看一下这个后台他有没有多抢，多抢的话。正在他哥。对对对，他要有人占库存的话，你就给他赶紧踢了，不然老迷那个就不行了。对。啊，哎呀，真的非常感谢，真的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对，还有8个小董，还有8个了，是对，来直播间的家人们啊，大家拼个手速，好吧？还有8个啊，还有8个，已拍的打个已拍，我看一下，已拍的我打个已拍。来，很多人在里面去占了单，还来不及付款，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这个手速比较慢，你知道吧？你像我眼神就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拍打字就很慢。来，速度快一点，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啊，咱别让老迷给拍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别让老迷给拍到了。来，老迷，你要是在直播间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跟你讲的明明白白的，还是那句话，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？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，那我必须这样搞你，你就看着明天你跟那个上海的王总你怎么交代他就行，因为你不来我这边，你不来我这边的话，我只能这么搞。我劝你一句，你要是迟早来，我们把我的事情解决好了以后我就走，我也不耽误你的时间，我也不需要就是在这里天天就是骚扰你啊之类的那种，你把我心解决了我走就行了。你要是不来解决我的事情，你看我怎么把你的公司整个公司给他搬空。来，我问你阿豹，这个的话你刚才检查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都有那个小证件？是的是的，夏总，你听好了啊，全部给我保密发货，听到没有？这个事情你亲手给我去办。好的。你带着人给我亲手去办，一个每一个人你都得给我负责任，因为这个直播间的人不是外人，全是我弟弟支持我弟弟的人，他们维护我弟弟，他们是我弟弟的亲人，明不明白？好的，夏总，这个事情你亲手去办。来，现在还有几个了？还有3个。还有3个，来，还有3个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还有3个，就在下方，还有3个，整完以后就没了。老迷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要是看到的话，你马上回个电话过来，我还可以就是饶你。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还有很多，这些你看啊，你就看着啊，你就看着我怎么样搞你，我没办法，没了，带上证书，对不对？有证书的那个有那个小证的有吧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小美？
有的有的有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有。